抗击打训练，很多人问痛吗？其实只要核心一直在收紧在发力是可以忍的，就像生活一样，我们常常会受到生活的重击，但只要你的精神和身体不松懈，就不会被打败，咬咬牙都可以挺过去。当暴风雨过去之后，想宣泄一下自己的委屈，哭出来。顶不了了。教练，我想要个马甲垫，怎么样？我教你啊！耶耶！